麻辣牛皮又来了，真的是超级辣的那种啊！能吃辣的宝贝，无辣不欢的宝贝，可以试一下。如果一点都不能吃辣的，千万别尝试。不过爱吃辣的就会觉得老上瘾了。但是这个瓦味的东西吧，它本身是属于发酵食品，路上可能会有个别变酸的情况。如果收到货之后有变酸的情况，就拍照联系客服，会帮你们处理的啊。